原来是吕议员的休息室。那这是个议会大厅里面，他们每个月都有议会的会议在这里举行。那他议会举行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在下午，大约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关门了，就不可以参观，他要筹备会议。但是正常的情况下呢，他是对外开放，都可以来参观的。那这个议会里面呢，我们从这个整个的位置来看，他的议员一共有101个议员。名字还有一个党派的缩写，这是他们的固定的位置啊，每个党派有固定的位置。整个的这条走廊，包括刚才我上的楼梯，就是他们一个大礼堂。